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这个红烧猪脚，配这个辣炒香干。老香了，这个香干是正宗的湖南香干，豆香味很浓，而且口感很软，没有防腐剂，一包里面4块。这个香干你们一定要相信小光去拍一单尝尝，特别好吃，炒肉炒韭菜都可以，老好吃了。巨好吃，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红烧猪脚配这个外婆菜炒蛋。老香了。外婆菜今天有活动，9.9块给大家发5包，给大家发5包。活动就今天一天，25号一天，过完今天晚上12点就结束了，大家快点拍。外婆菜回去炒鸡蛋、炒肉末，然后炒毛豆、炒豆角、包包子、包饺子都可以，都好吃。老香了。
强烈推荐。就今天一天啊，过了今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，就活动就结束了。这一半，拜拜。吃饭了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炒的这个辣炒的这个鸡翅，炒了糯米笋，这个糯米笋脆嫩爽口，感觉怎么吃都吃不腻，都是新鲜的笋尖做的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的。推荐大家拍五包，五包更划算一些，凉拌的炒一下都好好吃。嗯，太香了。
拜拜。大嘴鳄的这个烤肠，39.9发40颗。好吃，它这个是猪肉、鸡肉跟鸭肉做的，然后跟那种纯猪肉的烤肠比，肯定是没有那个品质好的。但它这个价格优惠啊，39.9发40根，而且我觉得你出去买这样一根烤肠，在店里面别人帮你烤好，至少要2.5块。给我们家豆豆吃一点，拜拜。